近期 AI 技术在电影修复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尤其是对经典老港片的 4K 修复工作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特殊展映单元致敬修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其中包括了由火山引擎提供技术支持的 A 计划和卖身契的 4K 修复版本一。电影修复是一个复杂且耗时的过程，但 AI 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修复效率和效果。火山引擎对视觉大模型进行了专门的算法优化，不仅提升了图像输出质量，还增强了视频的流畅度和色彩的还原度二。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使老电影在视觉效果上焕然一新，而且保留了影片原有的艺术风格和韵味。例如卖身契作为一部上世纪的经典喜剧，通过 AI 技术的修复，不仅画面更加清晰，色彩更加鲜艳，还保留了影片独特的幽默感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描绘。这样的修复工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，更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致敬。 AI 修复技术的进步不仅让老电影重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，也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提供了新的生命力。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未来我们有望看到更多经典老电影通过 AI 修复技术焕发新生，让不同年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独特魅力。总结来说， AI 技术在电影修复领域的应用，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保护和传承，也是科技创新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。随着更多的经典作品被修复，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些老电影将再次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。